嘿、hey, 大家好，我是信浩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浩。我们今天带来是夜叉的一个打野实战解说啊。啊，这夜叉能拿来打野呢，我是觉得，不好，没有说特别强势，但也不会弱势。那是一个蛮不错的 gank 角啦。那可以看一下我这一色装备哦，咱们是出了一个双烧啊，双烧烧流。天气比较冷，我们用一个比较暖和的一个出装哦。啊，最近呢，这个天气正是有回温啊，有回温啊。那在我的蓝 buff 那边，对方开始在偷窃了。那我这边就赶快靠过来，靠过来吃一下我的蓝 buff。那这边的话，我的小蜘蛛是被吃掉了。那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就安心的来发育，来吃一下这个蓝 buff。然后我们队友在那边打的是乐不可支啊，我不过去参与会战，我们先把这个野怪都给吃光光。赶快让自己来到四等，夜叉上四啊！这从草丛跑出来，直接抓起来，你知道吗？抓起来吊打的那个，这个惊悚程度啊，是相当的恐怖的。那在上路那边呢，悟空拿了一个 first blood， 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夜叉呢是专门打悟空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二技能有一个这个减伤嘛，对，他对我们造成伤害呢也不会有太大的伤害。他想硬打我，哎，没办法，好不好？我们这边吃完古龙之后呢，我赶快到中路这里把这波兵线清掉。那跟着这个金娜啊，金娜好，他们在吃魔龙，我们就来换他们塔，狂拆他们塔，但是魔龙还是被拿掉了，所以呢稍微还是亏了一点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持续的发育哦。那今天呢是这个情人节啊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当时跟我女友来一个双排一下，一起来玩个游戏这样。啊，线下不少了啊，没有啦，就是你们就是自备墨镜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其实也还是很多人在，对，现在很多人带着女朋友玩游戏啊，对，打牌啊，对，打这个啊，随便打传说。下路这边的话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艾里，我们做一个绕后，一个走后门的动作，一个走后门的动作，拉着过来之后，再一个大招，他想走还是走不了。那悟空过来，赶快开启二技能真教的减伤，我身上是有红 buff 的，这个一箭算丢空。不过我们沃玛尔呢，不是我们的这个战友及时登场，他就从旁边的草丛飞过来，我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爱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这边的话，我们下一个出物防鞋，因为对方有这个悟空嘛，那还有一个锦哦。那物防鞋的效果就是可以减伤对方的普通攻击 15%、哦。那像锦啊，像悟空、龙猫不是龙猫，熊猫这角色。哦，这是本来想断兵线哦，但是发现自己有点太超过了，这个做人我们真是有点太超过啊，到那边就直接被收头收个干净了。我刚刚那边的确是有点自大、哦，那在上路那边的话，我们塔是崩掉，魔龙又掉一条，所以目前整个看起来是一个逆风开局啊，然后人头比数也是落后的。先看一个锦，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抓到就对了，金娜会对我开大招没关系，我们开启二技能免伤，搭配我们金娜转转转，这一个情侣档的 combo 是非常非常的漂亮，直接做了两颗人头给我们的方方方方方方几啊！我真是想要来看一下有没有这个野怪可以吃哦。那中路的兵线呢？因为对方的法师也嗝屁，所以趁兵线来临之前，赶快的啊！这边还有个塔拉，哇，我的大招是空掉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悟空过来，赶快开启二技能。我们金娜这个免疫交的有多好就有多好。那这边直接再把对方悟空抓回来，直接冒着会被他杀死的一个危险。这边再让我们的金娜拿了一个 double kill， 有没有看到？这是一个成全牺牲自己的经济啊，成全女友的经济。怎么样？这种牺牲啊，够伟大吧？这个节操还可以吧？我们直接出了一个双烧流，等一下跟金娜站在一起的时候就比较温暖了。啊，这边的话，我的红 buff Moki 啊 ，Moki 啊 ，Wagin， 我们直接来吃。哎，误会啊！我刚误会队友偷我的红 buff 啊，没想到是红 buff 现在才出来啊。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来拿这个古龙吧。好 ，OK， 拿到这古龙之后，我们就等待他回血，先抓一下对方的位置，看一下状况。不过我们的战鸟还是先被收掉，所以这一波不太能打，我就回来找这个古龙哦，不是古龙，来红 buff。那我现在出双烧流了，所以基本上只要被我黏住的人啊，那伤害都是相当的巨量。这边开启二技能，一个加速，赶快奔向下路哦，那来收一下这个兵线。那这些悟空应该是躲在附近的，不过我有信心可以跟他们做一个一打二的抗衡哦。因为你看我的经济其实蛮高，我等级12等，然后我们的战鸟也看到我了，就过来帮我这样。那这边的话我有红 buff， 悟空也是逃不掉啦，兄弟，偷鸡悠悠，早干逃啊！但是最后还是被我们的一个一技能勾回来。你看我的血量，
哦，这边还有一个金娜，是不是？来开大招等你啊，肯定等你。好，吓一下他就好，咱们吓一下他就好。汗出冰跑了，所以对我来讲，刚刚有点缓住一下。啊，这还有一个锦啊，抓一点这个距离。但是对方陆陆续续准备要复活，所以也不能太猖狂啊。这边的话就扣退，往中路这边来做一个清兵线的这个动作。我们直接就抓了这个对方的这个谁啊啊塔拉来屌虐一波。这边小心对方的那个艾里哦，他直接冲过来一个霍顿开起来，还是相当巨大，蛮恐怖的。那我这边就赶快的来吃一下这个野怪吧。那在这个过年过节的氛围当中啊，不知道大家这一次应该是个小大人的吧？啊，有今年要包红包给妈妈的好不好？给父母亲的，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吧，你不用跟我说这包多少，我想看看呢，我们这个优质的粉丝啊，有多少人是已经开始对这个回馈家里已经有所行动，然后让这个爸妈在这个过年当中呢有一个很开心的一个氛围。其实哦，你们包多少都不是重点，爸妈开心的是说你们已经长大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就算今天包个50块好了，50块我是不知道，我没包过了啊，反正我觉得就是爸妈都会了解到小孩心，你觉得他们真的一年当中会少你这一两千块的红包吗？对，你觉得他们真的在乎那一点钱吗？他们一定是希望看着自己的儿女就有长大，然后有自己的一个经济能力，然后知道要回馈家里，这才是做父母亲最感动的时刻啊，对不对？那我呢，个人呢是，这个悟空是必须得杀的。哦，这有点扛，有点多下塔。哦，这个金娜直接粘到我，会死。不过就是没包红包给金娜而已嘛，就这样把我杀了。好啦，那大家记得，就算你现在没有经济能力，那也是要跟自己家里说的长辈啊，就逢人过节嘛，对，伸手不打笑脸人，对，你说个，新年快乐 ，Happy New Year， 是不是这个锦呢？我们就直接把它狙杀掉。对，这悟空还想来，我有红 buff， 我有红 buff， 来，直接一个寒冰之锤缓住他之后，靠过来，都不用怕，靠过来。我们这两个超硬啊，硬到一个掉渣、啊。你们看我这次是一个全坦的出装哦，啊，龙骨我们放在最后一把，那前面的话我们就其实靠着这些坦度啊，就已经是相当的活灵活现了。那这边的话，对方呢是已经在这个争吵了，跟对方的打野呢已经吵起来了。那当然这是我在对面是我乐见的，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更轻松的去赢下这一场比赛，因为真的啊，基本上啊。这种开全屏在嘴的啊，很容易就会输掉比赛啊，大概 87.236756% 啊会赢比赛，啊会输掉这个比赛、啊，所以大家就是尽量的好不好？这个艾里，我怕，哎这个艾里，哎我一个大招呢就骗掉他的大招，如果刚被定到，不知道会不会死哦，应该是不会啦。那我这边就把这个 buff 呢让给我自己。然后呢，这边的话他们只剩下哦，这边还有一个艾里啊，但是我看一下我的队友啊，没跟上，我们就先拉掉。你们看我这个坦度啊，对方仅打我完全有打跟没打一样、啊。那这个塔拉我们也先不抓，我们尽量把大招留在抓这个 key player 关键角色上面啊。不过对方目前都没有比较难缠的角色，没有比较凶的角色，所以还好。那最凶大概是这金娜吧。我们这边绕一下，好，绕一下，别怕，啊，这边这个兵线进去了，可是我们没有紧啊，我们紧走掉的情况下没办法推塔，所以我又选择抠退啊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就看到下路有一个艾里啊，在那边偷偷摸摸的，一个人过情人节，然后我这边就靠过来，准备，哎，一个大招，哇靠，靠边，哇，这。原来这个夜叉的大招是会被断掉的、哦，好吧，算是对方捡到了。那这边的话呢，我是看一下状况啊，是急着有点想偷偷摸摸来开一下这个凯撒。那这个凯撒呢，看到悟空在上路了，我们这应该可以偷偷摸摸的开吧。哎呀，好像看到对方有人在草丛那边，我们队友都没靠过来啊、哦。就跟着我跟着金娜，这完全这还好，我们的战友是拿掉了这个凯撒，
那我这边真的是齁，哦，真的是有惊无险了。不过大家看一下，我跟战牛一起吃的凯撒是完全不费吹灰之力啊，是费了这个九牛二虎之力，很慢的才把它吃掉，然后成功的还守下这个凯撒。那我这大招已经没了，所以我们必须的就是好，这个坦克不追，我们来打这个后排这边，直接把金娜勾回来。这金娜开启免疫啊，你是不是啊想开免疫撑过一劫？对，没办法啦，我这边看到这个井，这个悟空，哎呀，我的二大招又空了，空啦。原本的大招是可以抓个悟空来爽爽啊，就现在没办法抓。那我们这边需要井了，但井又在楼下清兵线的，好吧，算了，队友都上了，我们就直接硬上了。先开启二技能，增加一个免伤，然后直接烧流啊，硬是的收掉这一座防御塔之后，我们直接全员灌入。那我们的井呢也在下路的打穿了一个洞。那这边再看一下状况，有一个艾里，不过我们的赞尼尔的这大招教的是，好了，至少有补到血嘛。那么直接就碾进来了，不用怕，啊，莫慌莫急莫害怕，对方金娜又杀出来，那这边再抓一下金娜好不好？我们这边直接扛塔，不用怕，甭怕，要怕啊，不用怕 ，OK， 胡怕好不好？神奇宝贝不是有一只叫胡怕吗？好啦，那这一场比赛就是我夜叉带来的一个实战解说，可以看到一下，我几乎是全坦出装哦，我完全没在怕啦，伤害还是一样一等一啊。那么好 ，OK， 就这样咯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